就是护米堆金。4月25号星期六，沙画刮画开箱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没有任何一个痕迹耶。对呀、啊，这是你的 A 这个是，那是之前画的。哦、好，第五顺序我是玲玲，我是玲玲。好，欢迎来到玲玲开箱区。那我们今天要开始是沙画和刮画，那我都穿的一样哦。三二一 ，Go！ 3、2、1，下来，小心危险。哇，好多哦！哎，还有小张的哎！哇，还有小张的，这是小张沙画还刮画，小张的沙画，看这种中张的，有哎，摆好哦！哎，姐姐，我来摆，我负责摆，这是。哎，还有这种的，小张的摆在一起，中张，还有有颜色，哎，有颜色的，这是大张。这个是小张的，这是中张的，这是也是小张的。OK， 哦，小张太多了。小张刚小奖啊，喜欢啊。哎，这个我要。这是刮画的用品。啊，这是。我刮画。就画画可以，那在上面呢，描出那个造型，然后帮自己画眼睛、嘴巴，对不对？还有竹蜻蜓。竹蜻蜓。竹蜻蜓，你敲来来来。这有的可能在角落上面那边加的。竹蜻蜓，我这是刮画。来，我先讲价钱哦。这个呢？我比较想要这个随身携带版的。我比较想要这个。这个20张，等一下，我先讲价钱。这个20张的彩色刮那个沙画，20张69块，20张69块台币。这个20张的刮画，39块钱。这个50张的刮画，64块钱，1张1块而已。哦，当奖品多好啊！1张1块，1张2块。1张3.5块。这是竹蜻蜓吗？然后呢？爸爸还没讲完。这个50张的刮画，只要73块。好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开吧。你们要玩吗？要。哇哦，刮画，这是这边呐、啊。对。好的，我来刮画。刮画的用品。好的，那我要来刮画了。这是刮画的用品。对。这是彩色版的沙画。我还用黄色的那个。我还有那个用那个屑屑的。还有用屑屑的，姐还有用屑屑的，还有把屑屑拨走的，姐还有把屑屑拨走，这是共用，这也是共用，竹蜻蜓不用。我用比较细的比较好。哎，很棒，我拿了这个。来，多一点。我这个。来，我要先用模型。然后换北极。沙画吧，不是刮画。哦，这是沙画。这一张才2.5块而已呢。这真品。嗯。是拿一张大的奖品吧，这么大张，啊，小的小张拿去当小的奖品，小大张做大的奖品。哇、哦，我画只企鹅，我就在上面，对，涂颜色。我画的是专属大人的，不是专属小朋友的。你们应该一个人玩刮画，一个玩沙画。不要，沙画会花很多时间，你也知道。对。是啊。我玩黄色，黄色最适合我嘞。雪地那里应该，雪地那里会有雪人，会有雪人妈妈。然后这是中的跟小的沙画，这不特别看的。好了啦，我要剥屑屑了。这是给你剥
是给你把屑屑拨走的哦。你知道吧？就是把屑屑拨走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小沙毛要轻轻的。还有紫色哎！哇，好漂亮！我的企鹅要变彩色企鹅了。我画的企鹅漂亮吧？等一下画好，先给观众看我画的企鹅。好，大家现在都能看得很清楚，有一只企鹅在一个冷冷的北极，南极了。看。人家放的是我看一下，这是一个北极哦，这是不是在北极？企鹅在南极。哦，这是一只企鹅，在冷冷的南极。画的很棒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再来，还会有什么在那里？哎，那只企鹅正唱着歌，好了。哦，它想唱歌，厉害吧？它想唱歌。哦。还有创意，嘿嘿，还哎，兔子不肯在那吧？嗯，哎，可是我想把动物全部画在那里，不用照着那个北极、南极的那些动物。哦，小白兔出来了，然后再帮小白兔涂颜色。然后刮画呢，他送的整组他才有送这个模型板，其实应该不用模型板来玩会比较好。人欸，我要画人哦，还有好多哦。嗯，哦，我这只兔子是彩色兔子，这样画起来会比较漂亮。但是如果不靠这个模型来画的话，会比较有创意。可是我用这个模型画得很漂亮。对对对，这画起来会很漂亮，但是不用模型画会比较有创意。可是人家喜欢嘛，喜欢就可以了，欸，没关系。我要用这种嘴巴来画哦。小时候爸爸也用过这个画，因为。就是用蜡笔涂在纸上以后再要涂黑色的，就是那个刮画。没有人在听你，没有人在等我讲话，来快点。嗯，什么噔噔？他要跟你讲话吧？谁噔噔了？小爱同学吗？不是，谁噔噔？我手机手机噔噔，还以为小爱同学要跟你讲话。嗯，我画得好好。妈妈，我们在玩刮画。刮画、沙画都到了。不给妈妈先吃。我先讲。玩刮画的时候，垃圾桶要在旁边。妈妈，你看我刮的。哇！还有附模型，我是用模型做，我还想进去刮。然后这是一台游戏机，电脑游戏机。然后正播着游戏。机器正在打蜜蜂，画得好吗？好啊。这是一个白白，然后它被我拿，它很冷，然后呢，它冷到不行，然后都快要死掉了。白白，然后突然眼前看到三个东西，一个是一个人，然后他就看着太阳；第二个是一个人，他在冲浪，然后有只鸟飞过来想要抓他；然后第三个是一个电脑，然后呢上面有东西在打蜜蜂。比较喜欢这个白白跟北风的组合，是自己画的。这是一个南极吧？嗯，还有姜饼人。不是姜饼人，这是一个南极。然后有一只企鹅，它想唱歌，可是没有那唱歌的那个卡拉 OK， 没有唱歌的那音响器。哦。然后有个人吓了一大跳，因为天上飞来一只。海豚掉下去了，然后就是吓了在跳，嗯，吓到跳起来，他有跳起来，哦哟，有，爸爸要跳。然后这兔子在这里跳，然后天鹅可以在陆地上说，要准备去见他的 baby。然后这是一只鸟，还有一颗星星。老鹰要去，这是奇怪地方啊，这个也是太阳，这奇怪地方有星星又有太阳，海豚飞上，海豚就下面。而且还有不同不能在南极的动物人呢，在非洲草原上，不是小猫咪啊，换你，请，我来说，小猫咪讲故事，神奇南极，这是彩色南极，有一只企鹅，它想唱歌。等一下，企鹅，我爸爸要指给大家看。好，
有只企鹅，它想唱歌，结果发现只猫咪，它追着一只鱼，鱼不是那只，对，它那只企鹅喊猫咪，有个人惊讶，因为他发现天空竟然掉了好多奇怪的东西，还有好几颗太阳和星星和月亮，然后有一只天鹅，这是什么？这铃铛。天空有铃铛。然后也有一只天鹅，它是在陆地上，它拿着它的头挂着一把雨伞。这是马戏团表演，对不对？头上顶雨伞。还有一只小鸟。小鸟在那里。小鸟在那里。那里。这里是还有第二只小鸟，第一只小鸟，哪一只小鸟？好，两只都是啊。然后这里有鸭子妈妈和鸭子宝宝。然后这个是，这是一棵树，里面有很，停。然后有很多棵苹果，有苹果啊，樱桃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胡萝卜，树上长胡萝卜呢。然后跟我刚才说的那只鸟，然后有一只，这个是叫什么？猪？不是，是那只野牛吗？鳄鱼？蛮牛？犀牛？蛮牛？犀牛？犀牛，它原本在这座，从这里就这就是滚下来，从这里就下来，然后它吓了大跳。这里有个花。看到一个漂亮的花，然后还有车子，它吓了大跳。车子看到犀牛，赶快跑走。不是，吓跳，是吓跳，因为它前面有只超大的彩色黑豹。哦，小黑豹跑过来。啊，你看一下你，这个不是真正的世界哦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这个是黑板画的，有黑板的东西啊，那些的。哦，黑板。对呀，我的角落生物贴纸的那本子上也有那个。黑板板，他觉得我还以为是真的，就是那种黑板画的。好，这是彩色神奇南极，到时候还会画第二章。下面决定我们喜欢的点点都会出现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我还要进去完成我的作品。三二一，麻烦要进去。